那个左侧腋下，这一块痛啊，左侧腋下这一块痛啊，我看到一个小熊维尼啊，一个小熊维尼啊，小熊维尼，小熊维尼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啊，经历了什么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一架飞机停下来的时候啊，一看。迎接他的，迎接他的啊，迎接他的啊，都是密密麻麻的，荷枪实弹的啊，荷枪实弹的啊，迎接他荷枪实弹的，荷枪实弹的啊，荷枪实弹的，他也没搞明白啊，没搞明白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就被包围了啊，包围了啊，包围了啊。因为那个人不开窍啊，脑袋不开窍，从人家说的是反反复复，复复反反啊，说好的事情隔了几天，又推到脑后去了，要重来，隔了几天，又推翻了，重来，又推翻了，重来，搞得人家很恼火，很恼火，搞得人家很恼火，很恼火啊，很恼火，很恼火啊，先关了再说啊，然后这是最后一次谈了啊。最后一次谈了啊，我们啊还是愿意维护你的光辉形象的啊，我们大家陪你玩，大家陪你玩，但到站必须下车啊，到站必须下车，到站必须下车啊，这是我们最后再陪你玩一次啊，再陪你玩一次啊，然后好像是不动声色的啊，好像不动声色的大家去参观了啊，不动声色的大家去参观了啊。大家不动声色的去参观一个地方，然后给新闻报道啊，我们当时还是很团结的啊，很团结的。现在搞的那些大 V、小 V 之类的啊，搞得都大家都下不了台了啊，大家下不了台了啊。一句话，你该得的荣誉已经都给到你了啊，你自己也有点自知之明啊。我交到你手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？你现在这么几年过来是什么一个情况？你心里有数啊。你心里有数，反反复复，复复反反，已经谈了好几次了最后啊，一句话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那就先接受了再说啊，同意了，同意了。到这个开会的时候啊，我还是在主席台上就住啊，然后整个过程还是履行人家感觉投票也好，不投票也好啊。但只过场以后，你就给我下了啊！我给足你面子啊！这次给足你面子啊！给足你面子啊！给足你面子啊！已经我们都仁至义尽了，给足你面子啊！给足你面子啊！最后的结果，妥协的结果就这样啊！妥协的结果就这样啊！然后就浩浩荡荡打，所有人嘛，就像啥事都没发生一样的，啥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的，然后就瞒天过海过去了。这出戏啊，虽然演的那个天衣无缝啊，但是啊，该倒闭的时候还是倒闭啊，该倒闭的时候还是倒闭啊，就这样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